主料，玉米一个，无核心丝小枣十颗，燕麦、大米，辅料，水、白糖、葡萄干、紫薯干，新鲜玉米脱粒待用，大米淘洗干净备用。锅中放适量冷水，放入枣子、紫薯干，开大火煮起，开锅转小火，煮18分钟左右，待玉米和大米熟了，撒入燕麦片即充即食用的那种和葡萄干，放入白糖，小火开锅即可，盛入碗中，一碗营养又健康的粥上桌了。烹饪技巧，因为各种食材煮熟的时间各有长短，而燕麦和葡萄干非常容易熟，所以就放在后面放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